这里是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沙涧镇的岱山，华安县有山地面积171万亩，人均达到11亩，地广人稀，让这些深山一直默默无闻。很多深山甚至人迹罕至，百年都没有人开垦种田。可就是这样的地方，却被一对夫妇看中。独立的一座大山，坐北朝南，然后跟周围的其他的山没有相连，而且都是沟壑。 隔离开了，那个路啊，90多公里都走好几个小时，那个叫弟子来都不愿意来的，这样很差的偏僻一个地方。就是这样的地方，这对夫妻一待就是10年，从而立之年踏入40不惑，人生最有闯劲的10年，他们选择了与深山密不可分。 有机对有机铁观音的需求量大，我们计划是多2年开辟100亩。2年开辟100亩，对对对。那为什么要选择这2年开辟？不是每一年开辟呢？对，这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开辟有机的茶园，它跟开普通茶园不一样，它要不止种植很多一些生态的环境。我们的管理从种植这个茶苗开始，到可以做采茶的这个成林管理的话呢，要2年的时间。那么这2年内呢，要需要很多精力、人力、物力，好好的把这个茶园管理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您看啊，这林大姐确实是用好心做好茶。您看这份事业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。